之前竟然有老铁跟我说，这个魔方是从小的时候就放进去的，等他长大之后就出不来了。还有人说这个魔方是趁瓶口不注意的时候把它塞进去的，甚至有人说魔术师只要吹一口仙气，魔方就会跑进去了。经过了1008次的尝试，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给大家展现一下我真正的技术，看我是怎么把这个瓶中魔方给还原的。